公洞是不是没有毛？大公洞是不是没有毛？就是有的是那种，它长了真眼就开了刀，因为有的是戴真眼很久，它都直接死。那连短毛都没有，连短毛都没有。大概有四五根左右的才不能上去，对不对？比如它只有两三根是 OK 的嘛，你可以用胶插上去补，对不对？啊，如果它洞太大，你补出来的时候，对，就补出来还是会空洞的。我们会用一株的下去做，那一株可是棉皮，对，棉。但是那个会再粘它隔壁的垫子，嗯。你有在用吗？我以前有用，后来不用哎，因为好容易翻掉。对啊，它也是比较容易断，很容易断。这两根是它本来的毛嘛，那这两根你要粘到哦，它才不会掉。但是这个底没错，也粘在皮肤上。还算你有试过吧？我试过，但是粘是粘上去的，可是很容易就掉了。他那个客人。接了睫毛之后有没有比较 OK？ 睫毛有没有长比较多？他那块已经是他来的时候，其实有这种客人还蛮多的，然后来都说他们已经超过半年那一块长不出来了。你有卖商品吗？你有在卖商品吗？有啊，后来就有叫他们擦健康激素。有用吗？有人有用，有人没用。就那一块就死掉了，没用我只能用这个嘛。因为遇到这样的问题，我也是叫他买商品。因为买商品，但大部分人是有用，但是也有那个长不出来的那一块，大概两个客人而已。对，那一只猪，只用在这两个人身上，这么多人哦，所以我对这方面的经验还比较少，就是只有他们两个我都会用，是用这个方式。但他有时候回来的时候他还在上面，可是他总共先推了，所以那个空洞你还是要把它卸掉。那有时候回来那个洞就没有了，可是他偶尔会冒出几个星。偶尔，可是那个接不上去，有时候冒好短好短。你好短好短，有就可以耶。你有在用0.07吗？没有，我没有0.07，我用到最细就是0.01。0.07可以用哦。0.07可以，如果它的毛很短啊，这个他们应该都知道，像顾客，只要有毛就可以接啊。0.07你可以用，因为。你等一下看我接，我都会拿一台出来。我会先把这些毛变成正常的毛。那0.07就等于我们真的人类的毛了，差不多粗度。但它完全变成一样的话，你再叠就不会掉下来了。你说你刚刚的那个问题，等于说你先用0.07先叠，先铺，然后再叠。对，然后你再跟着接，你都用0.15嘛？对，就跟着大家一起接，就不会掉下来了。真的哦，试试看。对啊，那个你都可以买，它是 OK 的啊。那刚刚那个就只能用这个方式。如果它的皮肤翻起来真的连那个很细很像那个小平头都没有的话，你就只能用这个。那如果它有很细没有关系，然后很短很短的像屁股骨渣那种也 OK， 用0.07接就没有问题。试试看。